Hello B 美人圈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Eric 周星哲，这次是我自己主持。我觉得这个颜色是我里面自己最喜欢的，我今天想帮你，这是我第一次，所以你喜欢这个颜色吗？很好看。好 ，Here we go。如果我画的不好看一点，不好意思。你要先这样。对。好。这擦的蛮好的啊，都没有擦出来。Sorry。那你喜欢女生涂指甲油吗？我还蛮喜欢的。我觉得涂指甲油是一种个性的展示，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女生是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人。OK。这就是红色 ，pinky red， 然后这是 neon orange。我现在再来一小段我的新歌《永不食言的爱》。亲爱的，你都在哪里发呆？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？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快。想抱人不允许我们的乖，这就是我的新歌，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多多支持，然后也期待我年底会有新作品再次跟大家见面。